Hello， 欢迎收看新单元八宝实验室。继上次这个蟑螂实验后呢，非常多回响，所以最近呢，我发现了一个很棒的实验，就是蛮多人看。我发现大家喜欢看一些很奇怪的东西。那我会尽量找一些有趣的实验，或是我自己觉得很好奇的实验下去进行。最近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个，因为最近很多人被抓去柬埔寨被绑起来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我都已经做那么多了，你还要去啊？那现在这个世代呢，其实非常危险，大家都很容易遇到被绑遇到被绑架的情况，所以我们今天来试验看看那个影片到底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但是我们等一下做实验内容不包含脚，我发现好像不能绑脚，因为脚毛很多。那我比较想看这实验，你觉得等一下好痛吗？可能是会掉到脚毛呢。我们就是要尽量贴切，真的是被绑架的时候该怎么办？成功嘞！我跑掉了。哎，痛哦！哎，有毛哎！哎，我觉得脚毛还是实验重点吧。哎，好痛！有脚毛。哎，我跟你讲，被绑架生命安全最重要，脚毛就算了。好多脚。好痛哦！脚毛。哎，全部都是我手毛哎。我觉得算成功啊，可是应该是歹徒不可能用这种胶带吧？这太 easy 啦、啊，你就这样子就开。不会很 easy 啊，这绑两圈呢、欸，就有手。哎、欸，那你来绑我，那我试试。他就是利用这样子，他是绑这样，然后利用就是力量往两边扯。往两边，我等一下试试看。然后下去的时候，他有点重。好，两圈哦、喔，你不要绑太多圈哦、喔，就这样。但爸爸是丢个啦，不累耶。我刚刚有绑那么紧吗？不然把它开一个。我刚刚没有绑那么紧。哎，哪有你弄三圈了？来这边打字，轻轻松松啊！被骗了。哈哈哈。等一下，我刚刚没有打这样。我太会打了。好怕。你要这样一次中，一口气是棒。哇！对，会痛啊！这样拉的时候，这边会有一个撕开的，所以是皮痛。有用哎！有用哎，所以就是这样。可是我觉得是要看胶带材质的。如果是用那种透明，我觉得透明是太好了。今天损失了几根手毛跟脚毛之后，我觉得实验算成功哎。对啊，你看，哎，很努力做。努力做实验，然后订阅啦。我们今天的实验呢，主要就是要跟大家宣导啦，就是最近的网络诈骗很多，其实我自己也本身也收到很多，有一些莫名的账号问我说要不要帮他发文或什么，其实我之前有差点要接，就还好不接，因为他上面都写简字，所以呢，如果有在网络上面看到一些就是很高薪啊，或是说骗你去什么打字啊，然后帮你付机票钱，帮你住宿啊，那种几乎都是骗人的。刚好你300块美金啊，包吃包住个包机票、啊，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就是脚踏实地。OK， 希望大家不会用到这招，好不好？好啦，记得订阅我们频道，好不好？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对，如果想要看我们做什么实验的话呢，欢迎下面留言。留言。拜拜。刚刚觉得两圈太好解了，我们现在放一个十圈。对，因为我想说，是不是就是胶带？这胶带很好。是。我觉得不用到十圈。太紧了吧？七圈。我手会怎样骨折啊？真的不行，你就不要比。Oh no！ 不行啊，我手会断呢、欸。好痛哦、喔！不行啊，那太多层。不能呢，所以以后要绑架我的歹徒，尽量就是绑两层就好，这样我们就好跑。一般都会绑超多。好了，拜拜。